朝月烬明真的太好哭了，追剧的观众是期待又紧张，而且男主真的太疯魔疯批了，相信很多的观众们都和小编一样对卢云熙的人设感到大爱吧。而且该剧已经播出一半了，剧情发展也挺紧凑的，没有太多拖拉剧情，超多反转，每一集都出乎意料。白鹿演绎大婚化喜为悲的主线，精湛演技营造沉浸感令观众心酸，紧接着就是最悲催的名场面跳城楼，直接让痛感指数达到顶峰。白鹿罗云熙两人演出角色的爱恨情仇，让仙侠古装剧长月烬明持续夺收视冠军，真是实至名归。随着这部剧的剧情越来越往后，有着另一部能够媲美长月烬明的仙侠剧悄然来袭，这可不是空口说白话，因为央视亲切分享即将上映的新剧，而里面就包含了今天要说的作品，那可就是备受瞩目的电视剧《玉骨遥》。除了央视之外，据某网友爆料，由肖战、任敏主演的网剧《玉骨遥》或将5月播出，而且预约栏里已经出现了《玉骨遥》的身影，它就处于平凡之路和公诉之间，这也证明了该事件的真实性。了解过《玉骨遥》的人其实都知道，这部剧也差不多该上映了。毕竟《玉骨遥》作为肖战2021年拍摄的一部全新古装剧，从开机到现今已经有两年多时间了，按照正常的上映流程来看，到2023年上半年播出也是属于正常的。虽然说《玉骨遥》暂时还并没有官宣，但从预约人数达到460多万以及预告片高达6个多亿来看，这部剧已然是成为了年度爆款，而且其热度更是衍生到韩国。虽然这部剧还没播出，但是韩国有电视台买了《玉骨遥》的播出权，无疑就是对这部剧的肯定。男主角是人气超高的顶流演员肖战，古装造型白衣飘飘，仙风道骨，气质更是温润如玉，从剧照看就让粉丝一不开眼。女主角任敏是公认的95后实力派女演员，演技扎实，为人沉稳，虽然热度不太高，但她的实力很受观众的认可。两位演技派也即将上演一场虐心师徒恋，在这个5月份，《玉骨遥》能否从一众好剧中杀出重围，独领风骚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